田勇老师说，90%以上的事故是可以避免的。咱们来看一起在转弯时发生的事故。转弯。在这起事故中，车前脸略微有点受损，车门被撞了一个坑。500元，走车的保险。那这起事故怎么避免呢？现在这个音乐比较嗨，是不是？音乐比较嗨，往往容易疏忽大意。然后这个路口视线受阻挡，受阻挡应该怎么办？可以减速，同时还可以按喇叭，但是这个司机都没有做。所以很简单，视线受阻挡的时候，你可以按下喇叭，速度也要降下来，把脚放到刹车的位置，随时准备刹车。不要听这种太嗨的音乐，会使你放松警惕，精力也不集中。